风向的方向，对。那就是这样子。
色，让大家了解一下，武踏或者是整个胡家也是第二次来这边，也带上次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表演。那当然，他也有一个剧团在做一些关于台湾的舞蹈的不同于我们现在主流的一些舞蹈的表演方式，然后是特别是结合武术的东西。那所以一方面让大家去看这个一开始莫影石小姐的舞蹈，有一个最主要的意义是让大家先去感受一下我们怎么去看待身体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这些看起来不是在我们习惯逻辑习惯里面的舞蹈表演里面，或者是去看待那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的身体的表达的形式啊，所以非常谢谢胡家跟莫影石小姐。那我们周五有一个惯例，因为我们要讨论，所以我们还是会保持，就是还是每个人要自我介绍，但是我们这个自我介绍时间可能就可以长，稍微长一点，就是说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对于刚刚表演的感觉或感受哦。那我先不要讲，那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会请陈妙芬老师来做，因为他作为一个身体的研究然后也是跟酷儿研究，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个也是多亏了陈妙芬老师，我们才有今天这一场的讲座。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来宾是王墨林老师，他是台湾剧场的先驱，所以他等一下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我们现在两个顺序在胡家跟你解密之前，表达你自己想法之前，我们先让三个人来讲。第一个是妙芬老师然后第二个是那个王墨林导演，然后再来是文忠哥好吧，好，就开始。你们各自有。我们看了那个影视的表演，那我的语言一开始只是要把我跟那个面具厂，还有跟今天主题接触的经验，先做一个简单的语言。但是因为大家没有看过胡家面具厂演出，那我们现在要放一个很短很短的，大概只有三四十秒，是胡家成立面具厂第一次在台北艺穗节的演出，2009年，那个节目叫做《回忆》，是在国际艺术村百里厅。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当时表演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样的。这段表演里面有许多的元素，也很有些部分很类似我们刚刚一开始看的开场影视的表演，就是身体，然后他的力道跟他给我们感觉说没有办法一下子用我们对舞蹈的认识，古典或现代舞或是后现代一些艺术型的概念去马上就可以理解它。那这正好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安排这一场主题的原因，就是想要我们一起，包括今天来参与的周五的朋友，我们想要一起在台湾，在今天大家在谈文化啦，好，台湾文化主题啦，怎么样我们可以开创自己的所谓的文化内容，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形式，有很多很有这个甚至很有国际水准的艺术创作，各方面舞蹈体育然后表演艺术，甚至在师大里面看到这些很多很多的呈现，那水准都很够。可是我们一直都在问说，台湾怎么没有好像很有代表性的？我们可以觉得说，
除了我们已经知道大家也许有很多意见，像无垢啊，或者是欲望五环啊，或者什么这些比较在国际上知名的，然后大家也都习惯就把它当作代表台湾这种身体跟舞蹈艺术呈现的团体。可是其实大家好像对这些东西并没有特别认为他们是足以代表台湾文化内容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个场合，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发想，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来谈一下说，我们自己的身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的这样子，不是说是我的这样。那因为我自己做美学，还有开性别，还有肢体的课程，在台大性别学程开过课，然后有跟一些舞蹈老师合作过，我们开过埃及东方舞，就是俗称的肚皮舞。那埃及东方舞，那也开过弗拉门戈，也有做过剧场，然后也有声音的练习，然后各种的形式都尝试过。基本上大概就是想要，我自己是想要问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说的话语，我们的知识，然后在课堂或者在大学里面，从小到大一到大学，到大学毕业之后，我们讲的东西，这真的是从我脑袋里面，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吗？作为一个读了这么多书的人。然后通常我看到学院里面，或是从小到大，大家的身体都是非常的紧绷，或者说不自由。那个脑袋真的就会自由吗？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看到很多现在大家在每一个领域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家正在思考发想，我觉得都会回归到现代哲学、美学在探讨人的有关于到底主体是什么东西。那很简单说，都会说，因为现代之后国家要治理，所以呢就会发展出人口啊、卫生啊、医疗啦，还有呢学校教育规范。等一下我们谈什么体育、美育这些，它其实有一套制式的规范，它不是直接用法律规训你，它可以直接规训你，但它另一方面它又是用一些教条把我们框限住。而且不止这样，如果要像傅科讲的，它是更是透过我们自己内化为，我觉得哎。这样子，然后我慢慢的就开始想象我是一个女生，从小到大，然后我就应该这样。这不只是性的范畴，是一种文化建构出来的。然后，但我们不把它内化为好像是我本来就天生如此。那还有就是阳刚啊、阴柔啊，身体应该是如何？那这些我都是有在陆陆续续到十几年观察到的问题。那简单说，也跟我到美国去留学，接触到那边的文化生活有关。那我觉得他们的观念就似乎让我看到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学游泳，我真的开窍真的是在德国学的。然后去看医生，感冒的时候支气管炎，冬天很冷嘛，然后就一直咳嗽。去看医生，医生不是开药给你吃，他叫我去学管乐。我这个经验我一定要跟你们说，我在台湾看医生，从来没有医生是要测肺活量。但是德国医生这进去护士就是先他要测你肺活量，也测得很仔细，然后说建你学你的肺活量要增加，然后你这个游泳或者是学一个管乐器，不管你喜欢什么。所以我就在德国开始学小号，所以这个真的有影响。那撇开这一点不谈，最近会特别去看一下在欧洲，包括德国，他们的小学生的体育是怎么上的。然后我的语言呢，快就丢回去给主持人跟胡佳。就是体育课，我是一个体育很差的学生。但是我念书考试不太费力，但是我的身体很弱。那我就一直觉得我的体育差到一个不行。可是我最近开始练跑，因为写论文嘛，大家知道一定要体力，在德国就已经知道这个原理了，对不对？然后我再慢慢，哎，我竟然可以做到什么？我竟然可以。后我发现是因为我从小上了体育课，在学校里面，老师没有教我身体到底是什么，然后认识我的身体跟别人有什么差异。那我问了明荣，就是高雄哲武那边有一位朋友，他是在德国念小学，他告诉我说，他在德国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是他们就是大约20个小学生，还少一点。可是老师会有点像我们去上瑜伽班，或是上一些肢体课。长大之后，他会针对每一个小孩子的特性，告诉你的身体这样子。我觉得，哎，怎么我的体育课都没有？我本来有潜力的，结果后来竟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竟然可以做到
跑多高，跑多远，然后为什么应该要这样循序渐进？我觉得这些体育的东西在台湾没有了，没有，至少我接触到的大部分的主流教育里面是没有这种东西，以至于到大学我看到大家身体都很僵硬，所以在法律系在心理学上就要开一些不一样的课。那我也学到说，像我们刚才在表演，或等一下回家，他还会做演舞，还有跟我们互动。我学到说，这样的身体比较是，如果我们要用阴跟阳来分的话，比较是阳，比较是自信，所以男生走路都有。就你从外形，因为现在自从这个妇科啊，或者20世纪初开，60年代、70年代之后，大家对身体越来越重视。那这一边我就先跳过去讲，然后这部分我就不谈了。就他甚至现在其实真正在做了很多的现代哲学研究，都跟美学跟身体性有关。那这种身体的余晖，就可以从这个比较这样子是比较是像是阳有自信的。然后，但我们大部分的身体，你如果观察一下，在台湾嘛，仔细观察大部分的身体，尤其女生，大部分的女生阴柔的身体这样，这其实是非常不好的。那我以前都是这样不好出现，直到我慢慢在德国读书开窍了，因为医生的一点，我才知道很多东西，我们在自己的体育美育教育剂量真的太少。然后本来还要准备一些演，但我有机会再补充。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不是要谈这些杂七杂八的什么美学啦、理论的东西，而是真正去思考说，到底我们的身体，我们怎么样找回我们属于台湾，然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余晖，然后这个东西会对我们的艺术、对我们的知识、对我们的学术、对我们各方面会更有帮助。然后不要让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变得泛泛之谈。然后主要呢，就是武术这件事情。我跟胡佳聊很多嘛，然后就我问他说，我高一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的是跆拳道，是韩国教练在北医院教我们，然后我就去参加跆拳道社。我问他那个算不算武术，然后他给了我很多专业的回答，因为他就是一个正规的台湾接受武术体育整个系统出身，然后他又自己跟陈明伦老师上过课，然后台湾竟然有侯鹤拳、侯鹤双形拳这种东西。然后我竟然也跟大家大部分都一样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哎，武术王来自中国，对不对？然后一代宗师啊，王家卫要拍这个片，还要到台湾来找寻题材，还要访问很多。那台湾好像道馆也很多啊。那我自己才高一也都有接触到，可是是韩国教练。然后这一次世大运，到我看到武术的竞技，对不对？哎，你会觉得说，其实胡佳他想要把武术跟这个舞蹈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很棒的概念。可是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2009年这个他的第一次的演出，他当时并没有知道自己是在跳什么，可是外国的人看到他的影像，就跟胡佳说你是舞踏吗？有一些舞蹈的余晖、身体的余晖，我们就一开始就会想，好像这是日本的舞踏，然后要不然就是哎，这个舞蹈剧场。这个很像皮娜高老师类似的，或者是芭蕾舞，可是其实像芭蕾舞有很多故事可以谈。它最初也是从记忆，甚至有一些跟古埃及有关，然后也是慢慢发展成它现在这个形式。而日本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身体的余晖，好像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舞踏很有代表性。然后不过他们也是想要去对现代什么西方啊这些对于身体的这些要求啊，包括古典啊、现代芭蕾舞啊等等，去做完全翻转不一样的思考。那我们在台湾可以怎么样去从至少胡佳这种，他从我们还不是很了解这种侯鹤双形拳，然后找到跟这种肢体结合，而被外国人看作是舞踏的一种形式。以至于他必须把自己的舞蹈，为了要介绍给大家，要把它标签化为暗黑系，然后我们才会哦，好像有一点什么看头就来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崎岖的故事。那我想要在今天也想听他怎么谈这件事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一起来讨论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回属于台湾的身体，这样子。好，
好，谢谢苗峰老师。当我们可以谈一些跟大家一些介绍一下，因为比如说以哲学，因为我们谈主体这个词的时候，常常会在哲学里面讨论。一旦在讨论的时候，你可以发现，笛卡尔讲的我思故我在里面其实是没有身体的。他讲的我思故我在是有思考来确立主体，不是用身体来确立主体。或者我们在思考很多事情，其实以思考作为主体，我们很少以身体作为主体，所以当然身体可能就被摆在某一边。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有一个影像啊，刚刚妙芬老师说，每个人好像都是弓着身体在走路了。那我记得波特莱尔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法文叫做 Chacun sa chimère，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怪兽在他的身上，让他取那个就是弓着在那走，有个负重然后再走路。但是那个负重是什么？负重是什么？我们可以另外再解释。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无形的，我们刚刚可以解释为框架也好，讲解释为那种外在的压力跟束缚规训也好，那他可能或者是他用那个他去描现整个现代性对于人的个别个人所造成的一种个体上的强害也好，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但他的代表的方式就是一个怪兽，一个每个人身上都有个怪兽。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去讨论关于什么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可能我们可能要想一下，你可能台湾文化仅是一个集体性，可是如果他们有个个人的话，那个文化集体性可能是假的。然后就是，所以我就变成是我们必须要再回到每个个人身上，你才有办法谈到所谓的文化主体性啊，谈到所谓的台湾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所以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刚刚提到被归类的问题，被标签化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形式，我们习惯把它标签化。那是不是我们在寻求文化主体性的时候，其实在寻求一种另外一种标签或自我标签化？这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在讨论这个文化主体性有或无，以及当它有了之后，我们可能要去思考的问题。那这接下来我们请莫林老师，好，来跟我们讲。果然就是星期五走的哲学社，因为没准备好，大家在讲身体，然后身体跟社会的关系，身体跟文化的关系，跟政治的关系，都蛮有道理的。可是，再回到那个舞踏来看呢，在刚刚那个穆斯林跳的那个舞踏的时候，是吟嘛？吟诗。哎，那个这个关系又怎么个连结哈？这我想要慢慢的讨论。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说，刚刚玉九云这样走下来，就说，走这个地方，因为这样好拍不到什么样子。哈、哦，现在玉九云走下来哈、哦，好像每个人都讲了一下，刚刚对那个云师的那种表演提出一些看法。那综合起来，大概有一个看法是成立，就是。好像不知道意义是什么，然后抓不到意义，然后只剩下一些观念上的感觉，比方说觉得很恐惧啊，很恐怖啊，或者觉得啊很怎样陌生啊。那可是这些都是因为有这些东西，所以你找不到意义啊。所以综合讲，我想应该是大家对看这个舞台没有意义，找不到意义这个东西。不过今天回头来问您是说，哎，你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你这个红色代表什么？你这个书又代表什么？什么台湾刑法代表什么？然后你又坐在上面代表什么？然后你这样那样那样代表什么？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在寻找意义。然后他也就讲说，哦，这个是什么意义？那个是什么意义的话，啊，假设讲这些的话，那么大家就开始变成那个叫什么？那个抽奖的大会，就说啊，哦，那我的意思，我所寻找到的意思是跟这个舞者的意思相通的，啊，就很高兴，啊，
那安全很挫折，就是说啊，那我不是这样想，我是另外想，所以于是到现在还没有讲说他的舞蹈意义，可是有没有必要讲，或者是有没有必要在意义上面打转，这个都是这个都是我在觉得，再回到来讲，就是说，假设我们从在80年代台湾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是一个一个就是虚构的也好，或者实质上是一个文化一个流行的商品也好的后现代的话，那事实上大家在这个时候更年轻的一代，那时候你们80年代大概还没读大学吧，然后你们现在读了大学了，进入研究所，然后我们好像不是活在后现代那个已经没有意义失去。或者是我们重新要建立一个不同的意义的，那以前对台湾有一种意义，可是现在又有一种大家通过了那后现代又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意义，像刚刚妙慧老师都在讲，每个人好像都会谈到台湾怎么样，我们台湾怎么样，台湾的身体是什么，台湾的文化是什么，台湾的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前很少在讲，那现在开始，不是现在，从后现代以后，大家也开始寻找意义，但这个意义有没有找到呢？这个是见仁见智的说法。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好像是说通过这样一个大家的陌生的一种事物以后，大家开始在寻找意义。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说，作为一个表演行动的表演的主体啊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呢，那大家在寻找它的动作的意义，可是。有没有回到他的身体去寻找意义，他的作为一个主体寻找意义，比方说他是香港来的，那我知道的小剧场里面有蛮多人，尤其是现场蛮多人在做这种他的那种表演也好，或者研究也好，蛮多的，我都看到有人在写论文，那很少，几乎上没有看到一个人像是作为一个香港人，在不同的地方，在台湾这个地方，他选择的是用他在做他的表现，表现他的存在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大概还要再蛮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因为你也大概已经多久了，就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重新微缩到了这个舞台，所以你还不能够去。说你作为一个行动的主体在台湾，你到底在这样的一个行动性有什么所谓的意义，或者什么所谓的那个存在感的，那存在感是什么？大概还没办法谈这些问题，因为积累的还不够厚。可是我觉得大家在寻找他的行动的意义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去思考他作为一个行动主体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做这个。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它的表现是一种行动力。这个行动力不是来自于它创造了什么意义，不是来自于它创造了一个什么对舞踏的一种，它学习了舞踏以后，它来一种反刍这个舞踏，或者是通过舞踏，它想要建构一个它自己的精神世界。这里面当然都有。可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他通过的舞踏，就像有人通过的行为艺术一样，他们在行动，他们行动有一种能量，有一种自己的力量出来，自己的一种能量出来啊。这个作为一个表演者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这个现代舞蹈，像那个云门舞集的那个云外面的云门舞集，我不晓得在台湾为什么那么。还有那个林宇真的，我说在台湾那么多人喜欢看这些东西，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前现代的东西了。你在全世界很少看到有人这样跳舞的，完全跳到非常前现代的啊、哦，所有的表现的美学，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那个东西，在这样一个非常，我们还就是前现代跟后现代。中间还有一个现代之间的拉扯的脉络都还没形成，所以日本在舞踏的形成，战后的舞踏的形成，他们开始也是在摸索，还无法探索出那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动作，有这样一个造型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觉得蛮可怕的，就是说他们到现在对70年代六零年代末的小剧场运动，以及对于它产生的武汉，到现在都还在做研究，甚至他们已经慢慢成立了博物馆，像土方院的博物馆等等之类的脉络，他们非常重视脉络，所以他们会像我们一样去寻找回忆，也会像我们一样，就是一边这边看那个云门舞集，看无垢舞团，然后这边再来看武汉，他们不是的。他们这精神很分裂的，那我也讲的是不是在批评这个，也不是批评，因为社会本来就所谓我们很爱讲，这一代人很爱讲多元，我是很讨厌讲多元的啊。的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情，所谓的多元文化的情况之下，这种选择，这种是非常多的，这个非常是政治正确啊，非常政治正确，这也没什么。可是我要说的是，那它的意义是什么？作为一个行动主体，作为一个香港人到台湾来，然后真的是我在台湾看了一些人在做武汉的表演，做武汉的研究，做武汉什么，还没有看到像他那么积极。所以今天我碰到他说啊，你还在台湾，你又在台湾啊，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们能量一直在，可这边就是说，因为他积累还不够，我还没办法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在台湾做武汉？这边他当然有他自己的一个说法。可是我也不觉得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他即使说了，那对我来讲，一个来看的话，不见得是正确的啊。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管是施琴今天他的这样一个行动也好，或者是在日本产生武汉的一个从土方院他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他们用一个否定来作为一种反抗，否定自己的否定。否定自己，否定自己，这个不是否定自己的，否定自己的身份啊，而是不是否定自己，应该这么讲吧？应该是好吧，就是否定身份这个件事情，自己存在的身份这件事情，他们开始重新创造一个身份啊，一个，那这个是比方说那个很有名的，就是土方院，他当然也不只是他，在那一代的70年代那一批反抗者，他们几乎都是重新给自己一个新的身份，而不是用一个日本的国民的身份，不是用他们的身份重新认为说他们的出身阶级，应该这么讲，就对阶级这件事情，他们重新有一个。对自己的阶级的否定啊，比方像山口光确，他会跟他在东京从乡下到东京来的时候，他是会跟那些流浪汉，跟那些妓女，跟那些流浪艺人啊都在一起啊，然后他会重新给自己塑造一个身份，一直到他死了以后，人家在调查他的身份，他在研究他的身份，他发现他不是这样，不是那样子的。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后来有人拍成纪录片叫《下半生小说家》，他也是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那事实上他不是这样的身份。那这些东西都因为是他们对自己的阶级的背叛，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大日本帝国那个脉络下面的天皇次子的一个背叛，他们在寻找一种个体。所以那个武汉这个东西呢，是对日本人来讲。他不能接受的是，除了就是说啊，怎么用那个白脸啊，怎么用那个翻白眼，涂白粉啊，什么东西？那涂白粉也没什么，涂白粉在那个武器上面就是涂白粉啊，这是涂白粉。还有在古代的时候的一些贵族的那个女人啊，也都涂白粉，这没有什么啊。这不是真正的是，怎么舞蹈是可以一个人跳的 ，solo， 在西方，在日本没这个观念。在日本的，即使是现代，明治维新以后，他们的现代化以后，他们的那个在天皇作为，这个现代化还是通过天皇在推广的，所以他们跳那个舞蹈，现代舞蹈，西方的那种叫鹿鸣馆，那就是在皇宫里面进行的啊。这个东西呢，基本上他没办法在，就是他们的现代化，明治维新的那个现代化。是跟西方的现代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在一个非常集体主义之下，非常非常的那个才会产生那个帝国那个帝国军国主义，就非常集体性这样。所以战后以后大家开始反省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现代化的结果，西方现代化的结果带来的是一种理性主义，是一种社会集体管理啊，用管理社会啊一种，所以才会产生的军国主义。所以他们就开始来颠覆这个东西，这颠覆就要回到个人。是在日本，没有人，你看他们的那个马自里的时候，他们跳那中原欧蹦的时候，他们跳的都是集体的跳，他们很少就跟原住民一样，你叫原住民是一个人出来跳，他们这个舞蹈是不是原住民的舞蹈？是原住民的舞蹈就是集体的，所以一直到舞踏的时候开始有一个自己一个人在舞台弄。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可能就是追求一种个体的东西，个人性这个东西，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这叫个人性。所以他开始表达，在土方军那个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表达是个人的欲望，个人的欲望被那个被覆盖的，被理性主义啊，被那个集体主义所管理的那样的一个欲望，在他们的舞踏里面表达出来，所以在日本文化的唯美的那种东西，那种非常强调美感的那种，他们对他们用了一种丑的东西，或者用了一种非常残酷的东西在做一种对抗。所以这个舞踏这个东西呢，你说它有没有意义？你们看他看现在看是那个民事的东西都看不懂的，就觉得好像不晓得是什么的。那你们来看大野英雄，你们来看那个土方队，或者看。他们在日本常常有人来感受，那你们就看着整个邓太彪在做什么，可是他是有意义，他产生这个舞台是有意义。所以我们在寻找意义的时候，不见得要寻找看他的行动的，也是他背后的行动主体，他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他作为一个香港人，为什么要在台湾一直在做这个舞台？那他为什么要做舞台？对不对？那香港也没有什么人在做，应该也没人在做舞台。香港那个社会的管理是更恐怖的，它完全是英国式。有一次我在香港要做新规术，我要找石头，找一个石头，我真的走遍那个香港的街道，不是走遍，不能讲遍，我就一直在走寻找，他们找不到一块石头。你在台湾找石头非常容易，你在路边在唐角在哪里就才拿一块石头。我找石头这件事，我在东京也找不到，我要做新规用石头找不到，我就后来到了。东京的那个现代美术，当代现代美术馆的时候，他那个庭园是日式的庭园，有那石头，我才找到，我偷一个石头过来，那叫管理社会，那叫做理性的社会。台湾现在还不是，台湾现在，所以在香港就是这样，香港的管理到那种滴水不漏的那样的。他为什么做舞蹈？我在讲，跟这个也有关系吧。假设我用那个逻辑的话，用日本的那个逻辑来想。大概也有关系吧，所以从这边来看，我的意思说，作为一个身体的存在，它里面有一种反叛性在，反抗性在，或者它里面它的行动里面有一种反抗的行动。至于它是要代表这个宇宙怎么样，代表天怎么样，地怎么样，那个我想是，我想那都不重要，那就各说各话都可以讲，那个理论家会讲出一大堆来。好，谢谢。给我们补充了很多背景，对不对？然后这个应该有个不同意见的人会出现啊，文中，来交给你。其实今天那个，因为我跟胡佳也是，就是人家介绍给我，因为当之前我在北唐艺术，我在写专栏的时候介绍说一定要认识这个艺术家很特殊，就在我生日的时候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那次生日刚好哲武也就是一起就是参加，就那次结下缘分，就冥冥中好像台湾要走一条路，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艺术之路。那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先从那个舞踏，因为刚刚包括他讲王慧玲讲，就是说到解释，但是我要再往前再推一次，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从事艺术创作，做空间跟符号的概念，那我从这个观点来看，因为
因为谈到这东西有太多，尤其在就是剧场表演的东西跟肢体表演，它一定谈到空间的概念的东西。那我们重新再回到一个，就是说在日本当时在就是在应该是明治维新，应该是在所谓的德川家康时期的时候，就他们的当时的文化就是从一直到明治维新已经是一个最高的时候。那他们的艺术里面最精彩的，事实上是在东亚来讲文化里面，就唐文化以后，就唐朝。唐朝以后，大概能继承的最精华的，大概就是日本的林派这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林派这个系统，它谈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鲜丽的光亮的东西哦。那你我们看去京都看金阁寺哦，银阁寺这些，就是一个谈一个光的东西，是一个非常耀眼的。那这一直到了北川家康时候，尤其把它整理了一套他们的所谓的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刚刚我跟王伯林在聊所谓的兼美学哦，就是说他们那个奥古哦，就是奥之细道的奥古，这个就是面向太阳，所以他的国徽是太阳。那但是从这里面，我因为我自己早期在欧洲的时候，我有接触的这样的一个身体行为艺术表演，刚好我的老师也曾经也是在日本学过舞踏，然后他在做这些方面，那其实对我影响最大是，就是说对东方，尤其东亚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自省，说如何去看待中国的它的文化，包括日本哦，包括东南亚，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文豪，日本文豪就是古奇润一郎哦。那古奇润一郎他写的小说，就是基本上在诠释的所有的日本所有的文化的一个细致度，那但是他最精彩的一本小说叫做《阴影旅站》，那这一本后来我有推荐台湾的出版社已经出的中文版和繁体字版。那这里面他谈了一个就非常有趣，因为其实古奇润郎的小说里面都在谈的一个，就是说在江，也是说在江户时期的时候不谈的东西，因为江户时期里面他谈的一个都是华丽的东西。那江户时期里面，他就是说从那一个，就是我们讲说胡适会绘画以后，他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鬼画啊、哦，鬼怪的东西哦，怪诞的东西哦。那这个东西很像欧洲的彼此的艺术家啊、哦，就是波西哦，他画的那种怪诞的画、哦，那个东西很有趣。那些人都画那些游民啊、乞丐啊，这些所有的，包括青蛙什么东西，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在那个画里面就一堆。那这东西。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在日本的这些文学里面，包括艺术里面，基本上是被列为就是那种驱魔的、恶灵的东西哦，这和一些不就是阴暗的、不能谈的哦，就是它是很在巫术里面才有的。那在这里面，到了就是古奇润一郎他写的《阴影旅站》这一本书的时候，他连厕所都来谈，所以说他把所有的。你看不到的东西哦，包括情色，就不如跟媳妇之间的那种情色，所有的他全部把它翻开来。那这东西翻开来的时候，尤其是在战后，就这一段是他是战前的时候就开始有，因为那时也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那甚至古奇润也是到去了就是上海哦，但是上海当然我们这边台湾也有一些就是留日派的文学家啦、摄影师啦，现在已经被炒的，就是好像是国宝级的。但是去那边古奇带回来以后，他觉得那个东西事实上包括鲁迅这个他都有跟他接触，他就觉得说古奇那样都就没什么，就是说后来去重新建构了一套他自己文化里面的一个在地看不见的东西哦，这是一个很有趣。那到战后以后，我们就来谈一个，就是说当时也就是等于是他们的天王一下子被打下来以后，你要被逼迫着穿着英式的西服，全部战败以后，全部是一个白色一个皇民的概念。那是打世界大东亚战争，然后皇民的概念以后，他全部一定是变成劳工阶级。那当时麦克阿瑟就强迫日本天皇一定要穿着英式的服装呢，去下放到各个省份去，就是下乡，就是就是台湾三一九乡这样子，每一个去看。然后去慰劳，让大家恢复信心。但是呢，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冲突性就出来了，就
就在70年代的时候，这些冲突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在那个年代的日本的所有的开始，所有的摄影师哦，的艺术家，包括舞蹈，任何他们都在走另外一套，不大一样。这个东西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说今天刚好妙慧是从德国哦，他那边回来的，然后王莫里是从日本哦，就是我是在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战败国。哦，是三百多，哦，这很有趣哦。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问题，说一个是一个一直在做所有的就是整合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做一个关系。那像意大利人，他们就是首先在文化的教育里面去走他们自己的，那这个很有趣的。那在这里面，就他提到就是说他那个整个建构下来，包括我们讲说三本药师哦，尤其他这个东西，他的走的就是不大一样，就那种那个所谓的。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说那一种劳动的，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三本药师他在做所谓的服装，他都用当时希特勒抓的那个囚犯的那服装，就是那个劳工阶级的服装，那些全部是暗黑的，然后有皱纹的，那所有的皱褶的东西，包括你现在那个谁一些米亚克他的所有的服装里面，他就从传统的那个折纸这种概念里面去做一个概念。但我现在来谈，就是说，因为你在里面有一个很有趣，其实说我们讲说把那个所谓的舞踏这东西，为什么在西方把它在等于这70年代、80年代把它变成当代艺术，而不是外面表演艺术，这不大一样，意义不大一样哦。就它不是表演艺术，它是当代艺术里面的一个范畴里面。那因为在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前，因为欧洲跟美国只有总体艺术 Blues 以及 Boys 好 John Cage 他这已经完了一个所谓的符号的所有的结构。那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在看阴影影像的时候，日本的后来他们的人群，他们的所有的人群表演为什么要涂白？哦，光线对日本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包括安藤忠雄他的清水膜，他就是利用光线的变化以后看到那个微量的东西哦，那其实那个东西就是谈一个细部细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舞踏的东西表演最棒是在阴暗里面，就是一个小点，这个小点呈现了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很细微的一个情绪，这个情绪是每个人都有的，而它没有叙述性的。这个就是我回应的，就刚王莫林谈的那个所谓的本体人，就是自觉与不自觉控制不可控制的概念。那其实它是让身体的本能产生了以后投射以后，观赏者的你的生活经验就有。哦，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我们讲说在西方的它的所谓的当代的哲学里面、美学里面，它有谈这个辩证的东西。就其实就是说，就是在艺术创作者里面，他常在这细微里面去找到那个趣味性。那这个契约议题，我就是说所谓的怪诞的东西。那这个东西蛮有趣，就是说，其实以艺术教育、美学教育，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就是说如何训练去观察，哦，然后去思考，然后去转换。哦，我觉得不要太多的故事，或者你要去找到一个话题，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但我是觉得那个都是多余的，而是你如果碰到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就一个很有趣，就是说把它拉回到武术的时候。就是说念的人当然他需要搏手，哦，台湾话叫爱搏手，但是他怕不摸搏手，打架的时候没有步数，表演的时候也没有步数，哦，在台湾话，台湾话最后台湾的美学有些闽南语很有趣，哦，它有趣味性，但是它也存在一个生活哲学里面，那我们都不会善用。如果说你有时候听老人家讲一些叙述的东西，它就会有趣味性出来。那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说，如果说我们从我们的心，其实在身体教育里面，其实我们台湾一直都有，我们都忘了。其实我们在庙会里面，原住民的公廨、平埔族的公廨，他们的聚会里面，他们都会有一些仪式。其实这些仪式里面都有很多身体的动作，这身体的动作，它就是一个一直遗留下来一个潜藏的一种解放的东西。就是这个解放是说，你到外面去以后，你受到不干净的东西。啊，所以你要回来以后呢，我把你清一清，就释放。啊，这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想到它，就变成一个台湾的另外一种
随着身体肢体的训练的一种逻辑概念的时候，搞不好会找出一些东西出来。那在这里面，当然我们很高兴，就是说，因为至少我们也找到一个、就是吴家阿这边，就是说他在活泼前的哦，就一个属于在地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我们再看，就是包括业，就是中国那一套、日本那一套，那这个东西不一样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差别。我们把这差别拉出来以后，就跟那个镇头音乐一样，那个我的镇头那个庙会镇头音乐那个打的鼓哦的节奏是全世界没有的，啊，那东西现在是林强他在用做背景音乐电音的，就是那个节奏哦。那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如果你抓到一点，那个就是一个很精彩的、很精彩的部分。哦，那我只能说，因为我觉得是用这样来说明。OK， 谢谢。好，那我们热烈掌声谢谢王若琳老师来当我们的特别嘉宾哦。好，那热烈掌声。睡觉睡觉。啊好好好。好，谢谢。表演者个人的跟渊源来谈，然后也可能也是从一个大的这个，可能是因为中哥讲到一个东西，可能跟这个会比较谈。他网络上大家可以找那个音译，啊，李赞，啊，可以找到这个，啊 ，PDF 啦，好像也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看一下的时候，当然是说，当然也谈到一个普遍性，因为如果说。因为在谈，比如说谈七零年代的时候，其实大家知道日本的七零年代是跟他们的学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跟他们的学运时代受到1968，甚至还受到整个共产那个当时共产党的进去到西方或到其他国家想要解放的那一波是有关联。那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谈到个人自由的问题跟集体的压迫之间的关系，好像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表示一些我们对于这种集体从集体压迫里面释放出来，或者是去表现出个人的苦难跟痛苦的抒发，作为一个艺术表演的形式。可是好像也不会只仅止于这个东西，因为它之后可能还有它的升华或深化，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不会只是直接的控诉型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它很纯粹的艺术的层面。那这个是因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再讨论。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那个老师，你要先讲，还是要让吴家先讲？吴家你晚一点讲。我。好 ，OK， 因为你等一下要表演，还是你要先讲？先讲完你可以准备。好。要不要先表演？因为刚公兄太追啊，我看有人我看在困去啊。那个 Sony， 我看我们就直接吧。啊，不用移动。啊，不移动。不用移动。不会贴脑膜吗？不会。我待会做的就是。那大家在讲。笨啊。你先演。大概都轻轻松松的喝啊。我待会要演舞的是那个白鹤军，白鹤拳三战。那这个白鹤拳三战呢，它在台湾大概有150多年，那也应该是变化不大，变化不大。
这个北河文吼，三阵吼，安尼肺啊，呼吸吼，呼吸交这脚手吼配合，这叫做三灵同行。呼吸交这个脚手来一致一致，它的威力才会出来。啊，卖紧张，卖出来，辛苦尽量放落三两。所以呢，这个打完吼，你袂使喘。如果我刚打完的时候，我如果那个就不对。你即摆你还无叫人烧怕，你著家己练喘，你著开始。还等于这你家己伤着，你会先伤到自己。所以他在这一个部分吼，白鹤泉的他的系统练习都是这样，一个练习，他整个全场这样几个小时下来都是这样，无干他无为啊呢。有在练也好，没在练好啊，整个人都是这样，很就轻松呢。因为当你遇到状况的时候，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紧张，你会紧张啊。你可以训练的时候，他就是卖紧张，但你拄着状况，那个拄着代志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心的安定哈会出现。那这个白鹤泉它存在于，我所知道的历史哈，就是比较确定的历史，差不多跟金马朝八国丹都有师承都知道，它是从那个清帝国的时候过来，那是一直在台湾，啊，日本时代在台湾的时候呢，它是暗管，就是说我的师傅的师傅。和阮的师傅是做八个，做八个就是木工啦吼。因为当时在日本时代是禁止你练这个中国功夫，所以他是所谓的暗管，所以私底下这样练习。那讲到我会学这个部分呢，武术的部分就是我有一个小儿嘛，脑性麻痹的哥哥，我脑性麻痹的哥哥那。他跟我要一起到上学，我要带着我哥哥上学吼，带阮阿兄去上课。啊，毋过上课吼，足简单嘞，你去吼，容易被欺负。较早的人比较迄个水准较无高，哦，看到迄个比较弱的吼，大家都会喜欢欺负。不要说现在是比较好，毋过嘛是共款，现在的环境是有比较进步，但是看很奇怪，真是人性啊。他看你比较弱一点都会想欺负你，越弱他就越想欺负。所以我那时候幼稚园我叫我男兄我带着他上学，那我自己很小就发现说我很容易就是 会哭吧，看弱小。你现在看我长大180，其实我以前很在幼稚园，我记得国小三年级大概130几公分而已，那很弱小，啊很弱小啊，我哪天有欺负啊，红欺负怎么办？我们又打不过别人啊，啊打不过怎么样？回去就跟爸爸说，今天去又被欺负了，那爸爸就说，安尼啦，去练功夫啦，我就是这样子接触武术的。啊，接触武术，但我那时候一开始是学少林拳。那我回答刚刚有一位朋友谈到说，中国现在的武术发展，中国的武术发展是正常的，也发展得很好。他把它分成表演武术，然后竞技的表演武术，它就是像京剧亮相，还有体操。因为你今天要比赛，它一定要有一个规则。规则性的评分，所以它发展出了要向西方学习，要有奥运啊、亚运这些竞技运动，所以它发展出表演武术。另外一个就是散打，散打就是那个格斗武术。那这个也就像跆拳道、空手道一样，他们都是有计分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传统武术，我这个部分比较属于传统武术。那还有一点，其实大多数的传统武术呢。实在修他是不会用的，那就不一样的。我跟各位讲是真正的
传统武术几乎真正上格斗场都是很难看的。以在我看来，跟表演武术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大概可不可以理解？大多数的传统武术练起来，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框架。他在那个框架里面练习，他自己幻想他可以以一防百，像叶问那个就是一代宗师那个，唔贪恶啊！你如果学那个精神，我告诉你就完蛋了。我可以在这边讲，传统武术的那一套，敌不过西方竞技的啦。这是我可以我自己身为传统武术的学习者，还有一点我是，我高中在我是那个。早期我是复兴剧校，复兴剧校，那我保送文化大学体育系国术组，我的保送的就是格斗，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格斗，我就全国就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所以我就保送。为什么？这要想到我，因为我哥哥的关系，所以我从小就开始打架打到大，这是事实。我打野架很少输过。一开始被欺负，但是你懂得开始反击的时候呢，你知道说，你要我今天不跟你怕了，我今天就是被欺负了。我被欺负，我哥哥就被欺负吧，怎么可以？我要保护他，所以我得要给，而且，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就踏上这个路了，我就会喜欢上这些武术啊，也喜欢看这些比赛。那在剧校的时候。我因为到剧校念书，剧校就要离开家里，因为他要住校，他住校练习。那住校练习，我非常讨厌集体式的，还有这种规矩一堆的这种环境。所以我现在我做我很喜欢做的事情，以前做的事情我都把它当作忘记，我也不想去记它。就尤其在剧校里面的事情。成绩不是太差了，那也很还不错，还可以。但是，我总觉得不太对。我跟几个可能也蛮知名的，的一些蛮知名的演员，他当时也当我们的主任，我都直接挑战他们，直接挑战他们要跟他们干架。那个还有学长，我在剧校的时候学长。我们学长学弟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那种打骂教育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会很直接的就，我也是被打得很惨，因为我会反抗，你反抗在那种军事化教育的，而且所谓的北京腔的那个环境里，那个。他们说梨园戏子哈，梨园派的这种氛围里，我非常讨厌。在那种很传统，但是到现在还会有人觉得那个就是传统，你们学习就是要透过那样的学习。我听你的故意的，全世界人家这样子进步的都比我们还厉害了，你跟我讲说我们还要照那一套，这是骗谁呀？国家补助了五六十年，你今天跟我说他们要灭亡了？我们的学校就是这样。其实到现在我看起来，我感觉我们进步有限，进步的那个有限。为什么？它是被保护的。这关系到什么？关系到当时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为了要振兴中华文化，所以都取了个国剧、国术、国画。但是到最后证明什么？今天来证明黑龙五第二位。现在国术叫什么？武术嘛。全世界没有几个知道国术的，武术的。国剧吗？今天中国共产党都不敢叫京剧叫做国剧，就当时国民党叫做国剧，把其他所有台湾的整个都把它压下去。所以这个就是规霸万难哦。就挺一个，就有一些偶像崇拜了，就挺他，啊，当时没办法，当时台湾的社会氛围就是这样子。那再拉回来，就是我学武术的这个部分，我的
学武术的动机其实最早就是因为要保护我哥哥，就是这么简单。那还有就是自己一直有一个不被既定框架还有一个体制内所框住的那个，我有那个喜欢挑战权威的那个，我自己本身喜欢挑战权威的那个心。其实舞蹈，所有的舞蹈，所有的艺术，各位不要想说艺术家就一定有台湾主体意识哦，不，就算是当代艺术家嘛，我一定有台湾主体意识哦，没有。现在要看到回到本质，他今天他对个人对美的追求，他今天个人对美的追求，其实管你是谁，管你是哪个朝代在变，他只在个人。我对美的追求，我对美的一些向往，或是对于自己的提升、心灵的提升，它是跟统跟独那是另外一回事。美是不会因为朝代的变换而去改变，最后还是要回到个人本身。啊，我本身是比较台湾主体意识，啊，到最后还是要看整体台湾人的大家想怎么走，但是我是以台湾主体意识为主。所以有一些朋友在谈的时候谈艺术啊，因为艺术家看有主体意识，啊，有的人又很天真，又讲说政治就是艺术的最高什么骗术什么一大堆的，就讲这种，我告诉你那很危险，非常危险。如果这样讲的话，蒋介石他就是伟大的艺术家啦，对，毛泽东、斯大林他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啦。他把各位就当作那个画布的颜料刮来刮去啊，他可以把这一群人都刮掉，他把它当作艺术嘛，艺术在看，所以艺术跟所谓的政治那个要非常小心，要把这个部分分开来看，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人，那个人他的动机，他本身对这个社会的动机是什么？我自己本身是。可能也因为经过这些关系，那后来我在那个1994年的时候，我接触到那个陈明云老师，就是刚刚可能大家早点来的时候会看到那个，有一位老黑啊，哦，和气道，他在那边教日本，他讲日语，他是台湾人，他不是日本人，但是他是在日本时代出生的台湾人，他是早期警备总部最早的前身，他是。当组长，刚我讲的话可能会跳来跳去，但是如果你有会跳来跳去，但是这也不重要，最主要是我要讲的那个是事件，那个事件。我今天会这么有台湾主体意识，大概就是陈老师，哦，或者外塞给我的一些讯息，我接收到的讯息。怎么说？他说当初的国民政府来了之后，本来说要和谈，结果把士绅叫在一起，在礼堂里面要和谈，结果门呢就关起来，关起来之后呢，机关枪一挨的扫，啪啪啪，他亲眼看到，说坦白，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我们是有很大的隔阂，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他都会，因为我都是开着，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开车，我开车我会在。老师去教学，所以陈老师他会跟我讲很多事情，讲日本时代的事情，讲后来国民党来到台湾的事情，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子耳濡目染，就是这样被他灌输进去，植入了某些程式。那但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今天会比较有台湾主体意识，也是可能是他还有。我父亲在20几年前的时候，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出去吃饭，回来之后他跟我讲：“今天吼，那时候哪会安尼？就是吃饭吼啊，有两位调查员，调查局的干员，也在同一桌。啊，同一桌之后呢，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这个当时是应该是李登辉啦，吼，李登辉。”当选，当台湾总统。那我父亲也是比较，因为他是生意人，生意人也比较不太表，
虽然是以台湾主体为主，但是不太去表达什么。但是在餐桌上被人家恐吓，恐吓说，令你们台湾人哦，当总统啊，还有你们要怎么样走？哦，这些如果你们要走怎么样的路，那就大家试试看。我告诉你，这调查局人员不是阿公阿派给的，是我们台湾的调查局人员呢。所以我父亲回来跟我讲，二十几年之后他回来跟我讲说，我说坦白，我们都是笨笨。我相信现在的大学生都比我们还聪明。我那时候还是笨笨，我那时候那也很累，爸你敢问，敢得罪什么？那也叫我们更苦。我爸说，这真嗨呢，这个社会哦，今天已经换了人了吼，已经解严了，不过这种的，那也搁发生哩。没有在自己身上，你绝对不知道那个恐惧、那个恐怖、那个国家权力的那个恐怖。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觉得恐怖。那这个部分呢，也是促使我后来，我在大学之后，那跟陈老师接触之后，我慢慢的回想，哇，我父亲的遭遇，他会被恐吓哦。那还有陈老师的这个，我就把这些事情兜起来，就说。靠腰在台北，我们读的书都有问题呀、啊，对不对？我们读的书全部几乎都有问题，因为我听我父亲讲，我还是很怀疑啊。因为我们以前上的课，而且我又在巨校里面长大，那巨校里面全部都北京腔，你要讲什么？对不对？你所听到的，你所讲的，你怎么可能去批判谁？我还去瞻仰过蒋经国嘞，我还去瞻仰过排很久的那在。对不对？那就是那个环境，那个环境到现在为止，其实台湾多数的传统领域的记忆都是非常大中华主义的。台湾多数传统领域的记忆，哦，武术也是啊，都是很大中华。我这个是被列入不受欢迎的，所以我刚讲，不要认为艺术就一定会是比较有台湾主体性。那个是错误，最后还是要回到他个人本身，再回到说，刚刚看到那个陈明伦老师，他讲日语，他是日本时代的人，他是有多红，可能多数台湾人也不知道，他的辉煌战绩是多么的红，是世界级的，但是被冷落。大概接触过40几个国家，不是像没有学过的，都是高手。大部分他们，不过这个是到日本，也是日本人。日本人有一回到台湾来，参加那个世界的空手道大会。那参加了这个大会呢，他们要透过导游找了说看看那个台湾的武术家来做一个私底下的交流。结果导游刚好认识陈老师、陈明伦老师，就做一个交流。交流之后呢，他们就要。刚刚一样，北河不能三针的吼，看起来这种怎么能够用？不能够用啊，能舍舍。日本人就说，我们今天是要来谈武术，要切磋的。你弄个健身操，你找了个健身操的人来，那个就是日本空手道促进会的会长，那他们就一群人啊，都是日本来。就说问导游，你在扯这个，就问陈老师啊，陈老师听得懂日语嘛？就说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武术啊。他说这个是武术，这个故事我都是听陈老师讲的啦，因为我也不知道听了几十遍，可能百遍了，上百遍了，哟，这个是武术啦，这个武术，哇，那你哪样你讲，哪样情况哪样，可不可以试？哎呀，武术就是要打的啊！武术最基本的，讲到天花乱坠哈，武术到最后就是要实战格斗。啊，但是现在又不一样，现在的社会其实不一定要格斗了，就是它已经分门别类，它是表演，都是竞技运动，它不是像以前说我为了生存哈，所以要格斗，不一样，已经不一样，时代不一样。现在我们看到网络，很多人都会在那边呛。我学什么，好像都很厉害。讲坦白的，网络少少的，去拍牌也无咧趁钱，
啊，未赚啥物钱，结果又去掠去关，对无？啊，就很糟糕啊！上次那个砍人家脚筋的那个我们本佑啊，你看搞得那么难看。所以武术的在现代里，武术的那个角色已经改变了，但是很奇怪，我就觉得一些脑袋怎么奇怪，怎么好像活在过去一样。如果你要比赛，你有满腔热情，你讲，干我无怕，我袂爽，啊好啊，叫你参加比赛啊，你去起来顶拍牌啊，啊你不要随便到街上去找个人看他不爽就猫他、啊。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台湾监视器多得很，马上就把你抓起来。就是要有那个脑，就是要清楚了。其实学武的那个概念要很清楚。如果你喜欢格斗，那你就参加比赛；如果你喜欢健身，那你就健身。如果最怕就是搞不清楚，到最后就会一直一代宗师叶问，就一直想找人家试，那就很危险。啊，再回到陈老师，还是我找黄山的陈老师讲的。哦、oh, 对，健身操哈，跟个人陈老师的功课，诶那个木牙油煎哦，这个日本的那个会长，他就说你哪里讲哦，我气话蛮呀，陈老师说好啊，就那个四段的年龄大概在这边有没有学空手道？大概可能是在30多岁了哈，35、36，就是蛮。对对对对，证人哦，有经验老道又能够实战的那个阶段的，所以一起来，所以一站起来想说，看他年纪这么大，快70岁了，哦，就这样子，我是听陈老师讲的，伊从阿咧拍来，啊，陈老师从阿咧冲入来，从阿咧关起来，这个是术语啊，迄关起来就是讲。总之就是术语吼，就是关起来，人抓到，人抓到，规个跳起来喷了去啊吼，喷出去，就是人受到一个一个少年的叫一个老黑啊，怎啊弄一个怎啊，规人喷出去啊，哎，那个时候本来大家只是这样懒懒的，就一看到那个情形，大家全部跳起来，怎么会这样子？一个年纪30几岁的会输给快70岁的人？这个时候大家开始紧张了，跑出来有点陌生，再找一个，因为当时刚刚没有看清楚到底是怎么样，那个人怎么就这么倒下去，就这样飞出去了，再来一个，好，找另外一个上来，另外一个上来就不一样了，哎，陈老师醒了过来，一个眼睛吼带煞气，一起来就很认真带煞气。已经什么投入啦、专注啦，因为刚刚那个可能是师弟已经这么难看了，我不能够漏气啊，气来了，认真啊。结果他准备要进攻的时候，他讲陈老师说：“班青啊，你唔当看我是老黑啊，你唔当看我是老黑啊，无来咯，搞不好我比你更靠无来咯，搞不好我比你速度更紧哦。”讲完了对不对？来，我陈老师给我讲讲，你怎么都拢的，哎，讲出来了也抓了，那对方那个杀气本来起来的时候，听他一讲完之后，怎么当怎么唔知被安哪里了，啊，他就这样，来，对方就呀，一过去，陈老师怎么讲，怎么冲的怎么，哇啦，我唔是讲唔对，伊安尼讲，他是说他就这样子进去吼，安尼。噼噼啵啵，规个吼，怎啊踏出去？伊怎啊规个怎啊踢到一个东西，怎啊割落去啊？我讲这个好像有点大家反应怪怪的，意思就讲一拍入来吼，你若有格斗的人有试过的吼，伊个怎啊割哩怎啊哦，冲入来拍落去，伊冲入来吼。咱有一个动作，讲伊即摆冲入来，咱嘛怎个冲入来？伊即摆入来，咱嘛怎个冲入来？冲入来，这个不就是硬碰硬吗？不是哦，因为咱这规个拢软嘛，拢软软软嘛，所以伊迄啊个脚背，这个脚背灵活嘛，伊来咱入来，怎个落几下了，怎个吐一下，
一团高贵啊人吼滑倒，就因为这样子，陈老师在日本怎么红了？日本人回去之后几个月，聘书就来，聘请陈老师到日本去教学。后来就是每三年的全世界的那个空手道的那个聚会，全世界的一些馆长都聚到日本，陈老师就是在里面当讲师，唯一一个外国人，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哦，这个算是很大的事情了。我相信做陈老师最多的那个，因为我跟陈老师将近二十年。我说坦白，我不敢拿摄影机去做记录，因为曾经有人拿摄影机去做记录被他骂，所以我很尊敬，我都没有做什么记录。这是日本，在日本驰援道馆，日本和气道馆，哦，他到日本的时候，人家把他做一个简单的记录，那可能最完整的记录是在那个空手道促进会里面。陈老师除了空手道以外呢，还有就是和气道。和气道也是，哦，有空手道有一个野别中校，他现在是九段，他也是国际武道院的那个理事长。当时我到日本，他有告诉我说，你们应该要为陈老师哦申请那个世界什么文化资产，哎，他说应该要向世界申请，因为他们日本有很多都已经有这一部分的资料，还有日本人有一些空手道哦，他们都有这一些申请世界文化资产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希望我们来做这个要推动。我跟陈老师将近二十年，哦，在一起二十年，你知道学生有多少吗？讲出来大家会吓到。我很少看过超过五个，我很少看到，很少，每次练习就几只小猫，只是小猫在一直练习，很少，而且这个功夫哈，它也没办法急啊，一般大家都喜欢粗力，它出来的比较有刺激啊，它这个不是龙安呢，龙蛇蛇。龙脉出来了，像我刚刚这样子练习也练的，就这样跟着老师这样一直练习，就是这样，重复又重复，重复再重复，重复到最后学生都走了，到最后就剩没几个学生了，就是这样。那陈老师，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有一点，你们绝对想不到，日本人的道馆既然要请陈老师讲武士道的精神，一个台湾人到日本去，日本讲武馆去讲武士道精神，他是什么咖啊？不要说以前，你现在的话也是不太可能。一个台湾人到日本去，人家的道馆去讲武士道精神，我想我可能有些微的体会到那个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是什么？用讲出来的哈，都觉得好逊。其实武士道精神很简单，它贯彻到底。它用我们那个中国文化，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但是听起来就觉得，哇，这那人家安尼足简单的，安尼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听起来就哇。这个很简单，就是这样。武士道精神也没有什么教条，他没有什么教条，彻底。但我觉得那个彻底的精神就极端的不容易。像我们的功夫也是一样，顺练流人到底，
卖紧张，卖出力，卖喘，无咱无咧无咧无讲。我这个大概听没有千次也有百次啊，就是这样子一直听陈老师一直重复的 repeat， 就是这几句话。辛苦上背听，那个背听就是马步啦，就是这个卡背。我们跟拳击的跳，跟跆拳的跳不一样，伊迄个后棍吼的步伐就这样子。啊，拢莫紧张，卡提后步，莫出来。你即摆来咧，在路边这样练习吼，人家也当作你是在跳。啊，你咧练这个卡背，身躯上背轻，啊手软，你这手吼，莫出来，迄个咱是为身躯出来，身体出来的力量。我们很强调就身躯的力。不是卡手的力，你现在只有手的力量，是以身体为主，身躯的力。所以身躯上背轻手软，精神集中，这个精神集中，你集。大家来这一堂课是对，对不对？来到了。你们来到这边是对的哦。你会紧张的时候是没办法精神注意力集中。所以我们强调了精神集中，那个精神集中哦，是你放轻松以后，你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世界会把你拉进去。进去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世界。所以精神集中同理，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佛贺双形拳的口诀：身躯松，背轻，手软。精神集中同意，干了这几句啊，打破以前的什么太极拳、金拳论那些，全部都不用了，太啰嗦了。我跟我一堆，你在写些东西啊，公开一大堆料，你也想了一大堆。我说你搞艺术可以啊，因为有同学来练，有的是艺术的、啊，说这个是可以把它发挥在艺术性啊，艺术上你可以去发挥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实际的时候，我讲你的戏啊就惨。艺术，他的用想，他做一些装置或是一些绘画啊、书写啊，这些都可以。但是你当回到武术的本质的时候，就是格斗啦。有一个老师，他是这样跟我讲：真理，我们现在都可以用嘴巴谈啊，用文字书写，写很多啊，谈很多啊，画很多。回到真理的时候，就是刀起刀落就结束了，一个斗了你啊，啊斗了你，真理出现了。你功力就厉害，气狂哎！结束就像那个斗牛士一样啊，斗牛士啊，不是那个骨感，那个斗牛士斗走，就是那个牛躺下去啊，真理出现啊。这个在武士道精神也是一样，他比较不善于说一直用讲，所以要很小心，你讲太多。跟有练武的人，如果讲太多也是一样啊，到最后一定会，你讲那么多，到最后一定就是直接了嘛，直接就是见真章嘛，就是这样。你功力就厉害，跟你讲的嘛，大家心看完了知影。耶、yeah ，好了，那我们先到此，换人。其实我是刚刚讲那个公公来啊，气泡嘛，卖公公够了，先来哈，好，然后因为我们还有莫影师小姐哦，她说压轴哦，来我们先听她来讲一下，听大家刚刚讲的那么多哦，就是做一个表演者，还有什么不见得要去解释，你就是谈你的想法就好。我是很希望你们听得懂。其实我也都有意大利的故事，我也不想讲太多。但其实刚才王慕婷老师说了一些，我觉得我今天也蛮感动，因为他们看得蛮准。只是因为我跟他行为跟一些剧场有一些合作，他
他看到哪个很准，就是其实也不只是做一个舞踏跟艺术，我都觉得自己有一点是一个行动艺术家，就是在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有很多反反复复的学不同的东西，但是我都会问到底最后为什么我还在，因为其实真的不能够站在前的艺术家，然后身体的艺术家在香港也是很辛苦，但是为什么还是要技术，然后年纪也不轻，所以其实哦，为什么我可以逃跑去做一别的事情，可以站在前，但是后来还是回来，我就觉得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然后就是因为都有一代的不同做艺术的人，我又看不到的比你厉害更有，看武术比我厉害更有，但是为什么我要做，就是我觉得你要表达的跟你的个性跟你要想讲的就比较重要，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我就是念书的时候也有念到文学，就是看到其实表演不只是光是一种表演啊，就是让你看电视啊很开心啊就行，就是它也是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让民众，就是很多时代都是有一种使命感，包括就是报代戏也好，你觉得是好像一种娱乐，但是其实它背后都会想，哦，原来是可以在民间做一些是分享也好，还是要可能哪个时候见证啊，还是见证很多事情发生啊，可能有一些王力不好啊，大家没办法说话，就是有时候就会靠一些表演就会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因为我其实除了做表演之外我还有写东西，有研究一些东西，所以有时候你越看越多你就会想为什么，不然你就是每天就是好好我的表演，我的漂漂亮亮表演，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因为我只是几年在台湾，我都还见到就是有一些跳舞跟表演的人，只是在台上面，只是讲琴线，可是美美的，我的腿提到多高，很漂亮就行。但是到底他要表达的是为什么？这个我都是会讲问自己的。当然，其实比方我们也说到，就是一代的符号，你们都看到，然后也有在问的，我都觉得我一般自己演出我都不会说我不想就是好了我告诉你我是在做什么，我一般都是会想听跟主持人讲一样，就是想听听大家怎么看，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奇妙的，大家看一个图画，你们从来不会问哪个画家吧，你们看到什么就是你为自己想象，就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吗？但为什么我们这个习惯，就是看一个表演的时候，我们会问戏剧，你听得明白，你都不问。但跳舞有时候就是，不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从小到大，如果我看跳舞的话，我反而我觉得是一些动作的东西，就是你想象是什么就是什么嘛，就是比较自由的。你看到一些就是好像你们有讲，就是原来哪个舞姐穿一个红色衣服，她在干什么？然后为什么她不是跳出来，她是跑出来？她又在干什么？就是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象？从前我自己看都会这样，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现代人啊，越来越不想思考，就会问得很清楚。我最近都听到一些放牧的这说法，就是无论戏剧也好，跳舞也好，然后包括视觉也好，都从老师哪一代都会已经告诉哪些学生，就是你要写得很漂漂亮亮，想得很清楚，但是可能跟那些作品有很不相关，就是我到底一看一个文章还是要看你的作品，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是现在是壳子变形体一样，就是哪个灌输哪个教育，就是你要告诉看的人到底是为什么好了，然后他们觉得有意义，很明白，就觉得可以卖钱。对，我你
你知道写那个案子送国议会那多累？哦，都是要写到他们能够看清楚，才要可以给你补助。哎，都好奇怪。对啊，所以其实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大家才会这样说，所以我不会故意回应，就是每一年哦，这本书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哎，当年我自己有一些东西想表达，就是作为艺术家创作的人，其实我挑，为什么我不挑黑衣服，为什么我挑这个书，都一定有我的原因。其实我今天我觉得都很奥妙啊，因为其实最初我要说哦。来座谈嘛，其实我一位聊聊，我也见到说要演出，然后说那、啊、怎么办呢？然后五分钟好像啊有五场，这次播的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他还要说是舞台不，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越来越不想会放是舞台还是怎么样，但是五分钟真的对我来说有点短，虽然可能都我敲过时间。但是我最初都本来想说啊，因为真的夫人家嘛，所以我只是在接他们高雄或者台北没多天，就是啊，到底我要做之前的作品的片段还怎么样？已经拿一堆衣服啊，来到还想啊，本来真的有一些准备，音乐我也跟他们也说，就是要播什么。后来来到就是因为我其实前几年曾经会做一些那个环境，那个环境就是不一定是只是有带树啊花啊哪一种，只是我都想做一些跟那个环境有一些背后的历史有关系，因为其实到底为什么你今天来到这边看我，不是在一个菜市场，不是在一个黑盒子的剧院那边看我演出，我觉得都很蛮想有一些关系，因为其实可能我觉得就是现在人跟人都没有观察，没有一些对话，所以反而我现在在演出，我都想，既然我有一种缘分来到一个地方，我就觉得我想观众可以多点想跟哪个地方的人气，只是我今天没有特别故意想。但是可能就是一直都做这些东西，所以来到的是，哎，门口已经看到一大堆书，然后下来也是一大堆书本。我就忽然间，我就很自然就会跑出来，想做一些跟书本有关的，然后就想调调我之前本来想做的东西。然后我们就问有没有遗址，因为我忽然本来最初的概念就是忽然间想做一些跟楼小波有关系的东西，所以你们会看到有一个法律宪法的东西。但后来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是楼小波，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只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我自然而然跑出来，我也不知不觉的，就是对我问吴家哪个另外哪一本厚一点的书，当然最初的时候他们说是厚一点比较。看得清楚，最初，但是后来其实我都问你是台湾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都说我可能是一直以来在做一些事情，原来悄悄的在里面。你虽然是问你很简单，但可能就是哎，原来我在哦是台湾县嘛，哎法律的东西嘛，然后可能我觉得真的好像我们说这几年其实为什么有香港跑来香港台湾？然后我觉得我经常叫自己做一个，哎，除了行动艺术家之外，就是流浪眼的表演者，流浪眼的艺术家，包括我觉得自己在香港也是在流浪，因为其实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只是我就经常觉得哦，这个是很可悲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一直我觉得我很喜欢台湾的地方，然后台湾也给我一些反思，就是思考的一些地方，包括那个教育上面，然后文化上面，经济上面，因为真的特别是这几年，特别是香港雨上运动之后，很多人都会很自然就是啊羡慕台湾，只是我从前没有来台湾，但是大家就觉得那个联系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就是一直从台湾的文化，还有一些政治的环境。
所以一直而来就会听很多、问很多、做很多，然后最后就发现，虽然我们很羡慕台湾，但是其实台湾就真的很多问题，香港还没复杂，然后，因为其实哪个地方在大一，可以怎么说呢？不能够只是说地方大，其实因为包括本土文化还有原住文化。然后，我们最初真的听到，比方蔡英文上台，就是啊，你们真好啊。然后后来就是可能越知道一个地方越多，我经常最近经常说，就是好像你认识一个情人一样，就是你越认识多，你就会发现越多问题。但是你如何跟他相处，就是你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反思又再过一重。包括其实到底是真的现在是政府问题，还是本身从前的一些的遗留下来的一些状况，还有就是从前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些，真的很多很多。吴嘉也说了很多，以后就是我有听到，真的不能，我就是刚就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还在就是，就算是我讲香港的，还有就是讲台湾的，我觉得可以讲。昨天，但是我们今天重点是经济文化，那我觉得这些都会影响到我用一些符号。当然，其实为什么我说我不特别不想刻意每一点都说，是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会，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些艺术是抽象嘛，有时候如果你不从政治还有协会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整个演出是什么？其实刚才有听到啊，你不明白的话，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为什么我说我比较喜欢你看到，然后你先告诉我，因为我有时候发现哪种互动很奥妙啊，就是你有可能你比我看更多，然后你反而问啊，原来是这样吗？因为有些人写一代，当年有一些是过分的评论，就是。比方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舞蹈，比方说啊土白啊什么什么，我都看过台湾一些研究，就是说老一代就可能给日本人都没有想过的东西，就是可能日本舞蹈本来就是哦很简单啊，他们的可能能剧啊，歌舞伎啊，还有励志，都他们都会用土白啊。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就西方，可能他们也看到西方就是啊，白色的面具还有白色的墨具也是，就是很中性，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研究太多，思考太多，反而就想到很复杂，就是啊，他皮肤里面还有那个粉啊，其实他的意义是什么？那有时候当年是过分，但是当年我们的互动里面可以过滤。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作品里面只是我想是怎么样的话，我就可能对我来说是没有意思。我觉得是，因为我真的越来越不想哈，可能我觉得我念舞他都有一点影响，就是还有行为都有一点影响，就是不是我出来跑出来，我是情线。思考，还有我多厉害，因为只是情线写些，我觉得对不起，我不想，就是我自己个人就是都真的有一点反叛，我就不想就是干什么，你要做这个，我们叫 show off，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些，所以其实我比较喜欢是还有就是我觉得我越来越想跟那个民众跟地方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不一定一个在一个很大型的剧院里面做，然后再卖很贵的票，然后为什么只可以很富贵的人我买2000-3000多的门票，然后我看一个 opera 看歌剧，然后说啊，对我也可以装扮得很漂亮跑出来，对我来说是没有意思的，它不真实的。然后舞蹈里面也是有讲，就是本身人是什么，土地是什么，
它本身跑出来的意义就是除了是反对哪个西方的美学之外，其实回归就是想东方人的身体是什么。有时候你说啊，如果你很麻木，你就看哦，东方人哦，为什么哦好啊？因为日本的舞它是解压，所以我之后也是解压。但其实我都说我都喜欢思考的人，就是会想，哎，为什么他们会忽然想到东方人的身体，日本人的身体？当年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哪个年代的战争啊，还有原爆啊。还有反美的情绪啊，因为其实刚才我们有都提到一大堆啊，中国也有提到一大堆，就是小剧场运动里面，我从前我都觉得很厉害，为什么他们哪堆人就没有分，跳舞啊，还是剧场啊，还是视觉的，他们一大堆人为什么都是想创作一些从前没有的东西？然后我现在还是在日本会看到哪些书，包括那些录像啊，跟前进的人，他们都很疯狂。为什么我们不是羡慕他们做成怎样的东西？但是你有想象为什么他们要破？其实就是哪个年代他们没办法，一定要这样做。然后我们不是继续下去就是无法嘛。因为我就是见到一集下去，我旁边的朋友哦，就是好啦，哪个是日本的舞台？然后我们就一直模仿他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有做一些东方跟教学的东西，都听过一大堆，就是很好笑的是啊，他们可能来上课，他们会先看一些网络上的 video、YouTube 啊，会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他们就说，哎，是这样吗？他会跟我说一大堆他应该出现的形象，然后就说一定要这样吗？哎，为什么没有这个？有看来看你的演出，包括我有试过有一个学生，他跟我学完之后，有一趟他来看另外一个演出，他就问为什么没有我学的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功夫也好，也不会觉得就是我在停歇的时候不一定一模一样吗？特别是表演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拿着他们就是有加进去，有不同的概念进去。一定不是一模一样，不为哪个脚一定是这样啊，因为只是舞它本来就是想象，所以只是我觉得就是研究下去，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越来越爱哪种，就是它本身它在显微上有一种意义，就是不只是我个人自私，我只是想你看我在做什么，是我跟你分享的都是你的事情。是你的故事，还有跟哪个地方有关系的，然后就是不论是美还是不美，因为里面的东西是真实的。比方刚才很多人说很恐怖，我当年不是故意呈现恐怖，我一定要一再强调，就是有时候说我不是日本的金子啊，有时候真子，对他不是日本的真子，对，因为很多人。就是有一些我看过一些小我一些老师的堂，有些人就是一直在哇，我不晓得是为什么。那也刚才主持人有说，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怪物在里面，但不是有装出来，是我是鬼啊。对对，因为其实没有也是没有意义，反而就是哪种恐怖，就是面对自己。因为其实比方刚才有提到，可能戴英雄没有特别明显，但是土方顺那种舞踏里面，他也有用到一个网家，就是 Francis Bacon 培根的画，都是很扭曲的。但哪种扭曲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他也是有讲到，就是哦，其实我们看到的人真实的一面是怎么样？你觉得一定是漂亮的吗？只是有时，特别是某个年代啊，可能你跟你对话的只是里面的黑暗的哪一面，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这次不敢面对，所以其实有很多舞他的演出，不只是慢的关系，而且是我们有觉得当年日本人，我觉得本来跑出来的都有一些钱，就是三。那个佛教的一些前宗的概念，就是观教，你
万教你当下的东西，所以其实有些外国人为什么很喜欢看，就是你看到自己在台下面，关照自己。对，他会有些人会看到哭出来，因为其实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都是很准情的动作排练跟音乐的配图，但都是假的，都是装出来的。其实特别我最近也有跟一些舞蹈的舞姐合作，我又问他们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他们说没有啊。我说啊，就算是现代舞姐我都听到姐们讲，就是听到牌子啊，就是哦我要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跑出来啊，那你好像骗我。我觉得我在花这么多时间看你装出来的东西，我为什么我不看书本，我不看其他，我看那个图画可能我还有可能其他的想象，那为什么你不可以让我看一些真实的东西，是越来越小。所以舞跳就是呈现那种真实，有些人很怕，只是很多舞蹈的人很怕看舞蹈，还有说我不是舞蹈。我真的跟他舞家说，有些舞姐真的不是你的，不要跟舞者，有些舞者 对啊，因为其实他可能很抗拒，就是啊很丑啊，我觉得没有训练啊，因为有些人觉得很扭曲，这都是训练。这可能是，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到那个芭蕾的那个印象哈，啊叫美美的、啊、公主、啊，所以他整个在看到另外这一种的表现方式啊，就会觉得就恐怖。嗯，但是有一个重点，但是王子本来舞他就是像那种反欧洲很单一的舞，美的标准。美的，他把美有一个定义。对，因为其实土方顺跟大野一雄，就是为什么一直提到他们两个，就是比较重要最早期的人，他们都是往欧洲那边学舞蹈的。但是我觉得当然是哪个年代，他们都哪个时代背景和协会都有影响，就是他们会知道，就是明明我的个子很小啊，为什么我挑不到漂亮的东西，但是大家不会去想啊，那个是民族意识，我觉得都有一点点啊。应该是。对，因为其实我们都不会想，不然这样你会不会想？我的个子小，我漂亮，就是可能当年有一些背后的一些东西会影响到他有这种动机去思考，为什么要东方人的身体，然后自己为什么日本人个子小，我要发展自己的舞蹈，然后他们会做一些反而是。个子小扭曲，然后一些我也听过，都是比方他们在一个榻榻米这个很小的室很小的空间里面跳，如何让你看上去震撼的，就是他们要在一个很压抑的空间，很压抑的空间让你看到哪种苦是什么，哪种压力是什么。当然是最好笑是现在反而是欧洲比日本更流行舞踏。对，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为什么收藏的人想去学。好，主持人在打拳。好，最后说多一个重点，就是我刚才有说到有些舞蹈的人觉得是不是要训练，就是丑就是舞踏。但是其实我的老师告诉我，因为刚才比方有些人以为我也是练武功，当年我不是胡家那一种，但是其实一直而来就可能反反复复啊，瞬间有学太极啊，还是与不同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其实我的舞踏老师还有日本人，他们都练很多，比方刚才说和气度啊，还有气度啊。和气道，然后有很多有练太极、阴阳，他们还蛮重视这一种。然后很多功其实不是随便，他们也去印尼啊，还有其他的，就是传统舞蹈的。那些传统舞蹈都有很多功，还有一个丹田啊，还有其实本来有一些
日本在小剧场年代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野口提出，就是对，就是哪个年代，就是啊，为什么要想提出？就是它是运动吗？原来他们都有一些结构体系，里面都有一个关于你的脊椎的东西，然后脊椎的东西，还有关于你的丹田啊核心的东西，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一教一直可以忽然间跑出来，还有包括你为什么蹲脚低，你试试看，如果我要你一个小时完全蹲到很低，其实他练功都会知道，你蹲到很低然后马步，如果不稳，你就是一直在躺。我不会蹲这么低。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我本来没有特别去想，但是刚刚今天这个议题，我就说，你为暗黑就是恐怖就可以吗？只是你还要花时间练身体，就是原来不知不觉也是武术跟那个武道真的有很多。我刚刚因为那个，莫银之老师莫老师提到我要讲，就是说。暗黑舞蹈 Darkness Dance， 我这个部分就是从台湾这个长出来的。我其实是在2009年的时候演出之后，有观众跟我问说，我这是不是舞踏？我跟舞踏的关系是什么？我跟哪一个舞踏老师学？其实在这之前，我根本完全都没看过舞踏，我也不知道舞踏是什么，因为我不是舞蹈系出身，我也不是戏剧的，所以我不知道。2009年的时候我不清楚。后来我会去做了一下研究，我也发现说，怎么那么像？但是那个暗黑的部分，刚提到暗黑的部分，我这一部分的暗黑很简单，就是它是柔软，它是很柔软，它是那个柔软的那个心，它是那一个柔软的心，我这一部分的暗黑。所以有的人说就是有一些。我想这是跟日本暗黑舞踏所出发的点是可能应该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那个很柔软的心是自己，就是我那个最近如果讲到慈悲的话，大家就会想到紫衣人哈，所以但是这因为我的老师他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宗教的信仰。我没有任何宗教的信仰，但是我觉得说那个暗黑的那个本体本身，你本身就是一个暗黑，那个极度柔软的那个心，那个我想那一盏火哈，微火，就是我在呈现。聪明是天赋啊，但是善良是可以选择的。我想就是那个就是我本身那个暗黑舞的来源。所以现在是要大家一起来暗黑了吗？啊，因为我本来还是想让大家问问题，可是因为他们两个还会留在这边。所以我觉得有些私底下的东西啦，想要跟他讨论的东西，可以直接就跟他们。然后其他人如果，因为周五在礼拜五的时候，咖啡馆给我们钥匙，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在这里聊到明天早上5点。好，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这里稍微聚一下、喝一下，然后聊，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说，我们大概下个礼拜一样都还会有周五，然后也欢迎大家过来。我们下礼拜讨论的题目是健保大数据。健保大数据，就是关于我们怎么去看，跟 open data、open government data 会有关系，或者健保数据怎么会被商业性使用，那个这样的争议，会产生有些关联。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来。然后我们就再次热烈掌声，我们的团体。